到这就可以了，我一个人进去，你回去吧，越往前越危险。好，哎，越危险才不能让你一个人走啊，这地道差很多，我熟，你要一个人绕进去，绕不出来可就麻烦了。也好，肯定是这条路吧，这离空军总部不远了，没错。收拾东西，马上走。小林，你工作这么悬，你心里害怕？害怕？我还真没想。干我们这行啊，都喜欢有危险。危险还有喜欢的？越危险啊，离胜利越近。哎，小林，小林，哎，等会儿，等会儿。怎么了？不对啊。肯定不对，这几个道上都不通。走走走，赶紧往回赶。喂，我看看。抓那伙人是干什么的？几个很危险家伙，一会儿一旦发生什么事情，你什么也不要管，赶紧往回走，事事交给我就行了。一个人对付他不行，你听我的，不然更麻烦啊。我得叫一叫这丫头。谁呀？我说我妹妹温碧云呢，这应该让她看看多危险多辛苦，这样她就不会跟凯恩闹了。干什么？怎么样？人已经跑了。跑了？真有地道？真有。问大哥带我从地道上来，也许我们现在赶不去，还来得及。周先生，请留步。我有话要说，林光，让温大哥带路，你带上一组，马上去其他几个出口。好，一组跟我走。滥用您的自由，如果您不珍惜的话，我会想办法让您省着点用。钟小姐，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我是在帮你们的忙。您帮了我们的道吗？已经有三个人在这件事情丢了性命，我们不希望再凑成两双。周先生，您已经老了，不是李正的对手，不要像蜜蜂一样把自己的性命拼在像对手的硬遮上。
我老了吗？也许我的赌注不多了，但我还有一搏。你们要把我抓起来吗？我只想重复我们局长说过的话，您是自由的，但是我要加上一点，如果您妨碍我们执行公务，您将会失去自由。王部长，代表您发出公告。就是黄老板。是啊，你是周天任。我们不认识吧？别给我装了。李潇在哪儿？李潇，李潇是谁啊？我不认识啊。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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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李先生忒狠了点了。李潇哪儿去了？我是浩生。他刚才来电话说他对现在住的地方不满意，让我给他安排一个新地方。我这正为这事犯愁呢。骗我！你好，你们老板呢？我们老板要留丧，我去通报一下。不用了，自己上去吧。黄老板，您这是怎么了？哎呦，华子，你可来了！你这胳膊……哎呦，那什么，我一不留神啊，摔了一跤，把胳膊摔伤了。这不是请了大夫给我正骨呢？挺疼的吧？可不是嘛，打远就听见你叫唤声了，喊出来就不疼了，是不是黄老板？那是那是，哎，喊出来好受多了。哎呦，告诉你件事儿，被蔡帮子打伤的人啊，抢救过来了，没死，成植物人了，那还不如死了好呢。你得配合我们找到蔡帮子。你放心，我要知道蔡帮子在哪儿，我硬先告诉你。黄老板，咱哥丑话说头了，跟政府使花花肠子，可一点好结果都没有。哎，华子，我是那样人吗？哎，华子，你别走，求你了，多待会儿啊！你说话吧，我这胳膊啊还真不怎么疼了，都是周大夫给我治完了，和你一块走，你帮我送送他。你看，不用了，黄老板，你这胳膊一时半会儿也接不上，起码还得俩钟头。啊，那我等你一会儿，要不我给您搭把手，完了事儿啊，您再搭我车走。不用了，不了，你挺忙的，就不麻烦了啊。哎，华子可不是外人，您可别客气。当然，当然。黄老板，不是有个医术挺不错的李先生一直在给你治疗吗？他现在上哪儿去了？李先生，不知道。哎，华子，要喝水你自己倒啊，千万别客气。不用。我想起来了，李先生去康复中心了。他到那儿干什么去了？我不知道。老先生行医多少年了？50年了。您师承呼和浩特的正骨里。看出来了，您师承蒙古大夫，要不黄老板怎么叫那么惨呢？我走了，您先忙着。我问你话呢，李潇到康复中心干什么去了？他只是说明天要搞一个什么康复工程，半夜就得去工地准备。不信你自己去看看去啊。那就麻烦黄老板派个人把我送过去吧。送，我一定送。可你可千万别告诉李先生是我告诉您的。你是不是想把我送给刚才来的那个警察呀？那哪能啊！您放心，我安排好，一定让您走一踏实。那就抓紧办。哎呦！哎哎哎！来来来，把这搬上去！来来来，快，你们拿这个，哎，把这拿上去。这还有，这还有。
老混蛋，下回好好收拾他。不用等下回，让他去，到了那儿有人收拾他，跟我玩。我是谁？你哟，老板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李潇的突然失踪，说明他要有行动。今天，议会代表团要参观大型的康复中心的工地。相比之下，这对李潇来讲是一个比较容易发起进攻的机会。由于工地正在进行施工，情况复杂，势必造成了警卫工作方面的漏洞。另外，工地周围的制高点比较多，这对李潇而言，可以发起进攻的地点也多，势必造成了我们在明处，他在暗处的情势，使我们防不胜防。我们必须赶在议会代表团到达之前，对整个工地进行清理和监控。笑，别藏了。您真不愧是我的老师，您这种敏锐的感觉一直让我非常钦佩。看来你是早有准备。是，我一直在这等您呢。好，那就把我们之间的那笔账算一下吧。也好，那我就顾不得那么多旧情了，老师。啊！枪子，混蛋！老师，您还是出手不凡，来吧。你我师生一场，就此结束。人要服老，我要是到了您这岁数，就是天塌下来，我也不会管。老师，我要最后给您交一份作业，让您老人家看看，您亲手培养的我这个学生是多么的优秀。就说，
您会满意的。李潇啊，看来你这份作业又完不成了。老师啊，记得你曾经给过我这样的评语：性情执着，坚韧不拔，处事果断，巧于应变。这么多年来，你的评语一直是支撑我的动力。既然我答应了你，我就一定要把这个作业做下去，而且我让你满意。这个引爆器只有三个 BB 机同时呼叫才会引爆，主要防止因错误的信息而引发爆炸。说啊，这个创意如何？佛说因果自负，凡事都有个定数。当时还有一句话，我只是没写在你的评语里。什么？死于无名。好，就说咱们走着看吧。遗憾的是，您老人家可看不到这一天了。就说。请吧。好，凯然，我到康复中心与你会合。明白。老师，祝你归天的道路一帆风顺，来世我还做你的学生。隐蔽布控，一定保证代表团的安全。是是，快，凯然，我已经到他们可能就在这附近。那这样，咱们分头找找。好吧，去那边。走。
快过来，有情况。好，我马上过去。小文，小文，听见了，请讲。你把这个工地周围的制高点都控制起来。好，明白。电梯能放下来吗？电路全部破坏了，无法修复，怎么办？还能怎么办？爬上去啊？嗯，爬上去？要不我上吧。别来虚的了，功夫不好也许也是一种运气，这种玩命的活还轮不到你。林光，一定要小心啊！放心吧。这个疯子坏了事儿。怎么办，老板？林光，什么东西？不是东西，是周天任。啊！别管我，快拆炸弹！快！凯然，情况不妙，这里有一堆爆炸装置。爆炸装置能拆除吗？不行啊，线路太多，而且有防拆弹设计，必须按照特定的程序逐一剪断，否则就……好，我马上和指挥中心联系，请拆断专家来支援。进入有效的杀伤范围。
李潇在哪？就在附近。这个炸弹是遥控的，他们在隐蔽的地方可以观察到代表团的情况。凯然，李潇就在附近的制高点，这些爆炸装置由他控制。好，明白。李潇就在这附近，咱们分开搜查。对，注意保护好议会代表团。小钱，你们俩去那边，跟我来。好。那边有警人向这边来了。来得及。我明白了。我在喂，你好，我们是排弹专家，现在配合你的工作，请把你那边的详细情况告诉我们。你听好，一共是红、黄、蓝12根线，分别连在3个 BB 机上。一定要稳住，千万不要着急。我们以上边那根黄色电线为零点线，以下边那根蓝色线为六点线，分成两个部分，请你按照我们指定的顺序逐一剪断。好的。先剪哪一根？先剪三点线。三点线完毕。下面剪七点线。七点线完毕。他们还在电梯里。看来我的运气不错。我们赶快走吧，警察上来了。剪两点线。两点线完毕。我们该走了，要不来不及了。还剩一点线和九点线，先接哪一根？剪九点线。明白，九点线。九点线完毕。444-445-446，留言，一路顺风。剪断一点线。一点线完毕，全部剪完。
林光，行啊，能遭到你的表扬真不容易，你夸过谁呀、啊、继续呼叫没用了。他妈的，林光成功了，带老爷子下来吧。好嘞。回让，小在电梯钢索做了手脚。林光，你那有什么问题？钢索上做了手脚，电梯随时会下坠。注意，动作千万不要太大，想办法离开电梯。先生，请吧。朱先生，我向你借一样东西。朱先生，我非常理解你的心情。父母是无法再造的，那是一场战争，而我是个杀人机器。共产党的为官之道我清楚，那就是恪守原则。自从你们公布了那个赦免公告之后，我就明白你只能从心里审判我了。当然，如果有办法能使你减轻父母被害的痛苦，我会欣然接受。如果你能顺利地阻止李潇，你觉得你还能离开大陆吗？我敢背着血债来大陆，就没想再把这副老骨头带回去。反正都是叶落归根，至于这片树叶是从树上掉下来的，还是别人用枪打下来的，到头来都只占那么一小块地方。看来是早有准备。我也心存侥幸。错了，我拿着你杀害我父母的手枪，足足等了你50年，好不容易把你等回来了，你以为我会简单的把你放走吗？不过我以为这是国共两党之争的结果，是流血的政治，你的父母只是牺牲者。又错了，这不简单是国共两党之争，而是光明与黑暗、前进与倒退、民主与独裁之间的斗争。我的父母虽然被你们杀害了，但是他的信仰胜利了。我对贵党的认识也得有个过程。如果你真的不想置我于死地的话，那么来吧，就用那三颗你为我保留了50年的子弹打完这三枪，让我们这顿老冤家也握握手。好吧，那让我自在。
你没有机会了。时间是最好的打磨剂，它能使仇恨和争执变得心平气和。既然来了，总该打几枪。来，我们来次精度比赛，好吗？你写的是农历，公历农历都是同一天。李潇十分狡猾，而且手段多样，找到他是个难题。时间对你们已经不多了，猫和老鼠的游戏，猫总是处于被动的地位。在反对分裂这一点上，我们的立场是一致的。我希望你能配合我们抓捕李潇。那当然，即使你们不说，我也会找他算账的。他杀了我两个弟子，他应该付出代价，没有理由让他逃脱罪责。在如何处置李潇的问题上，必须依法行事。他在分裂民族和国家，我这也算是为民除害。哎，不经法律程序随意觅财的时代早已经过去了。大陆现在是法治社会。前一个时期，李潇一直在你们的视线之中，可我真不明白，你们为什么不采取行动？李潇的事情一天不了，我这心里也着急啊。事情没那么简单，在这件事情上，李潇可以说是蓄谋已久，不遗余力。往深了说，他把他的女儿李曼秋早就作为贤妻冷子儿，放进了棋局来。哦，你对他的情况这么了解，可是我还是不明白，李潇为什么把他的女儿也扯进这个事件中来？难道他会对李潇有什么帮助吗？他们除了把目标对准了议会代表团之外，李潇还有更深的阴谋。在这件事情上，可以说李曼秋的砝码比李潇还要重。李曼秋的事情你们也掌握了？戒台寺，你想拿李潇，不就是他搅的局吗？从那个时候，你们就掌握了李曼秋的行踪。派自己的女儿参加这次行动，是李潇最大的失误，也可能是一次致命的失误。把一个专门搞台独的人培养成行动特务，也是你最大的失误。所以我要亲手除掉他。干我们这一行，没有仁慈可言。仁慈也是武器，仁者无敌。在敌对双方你死我活的时候，还有什么仁慈可言？我给你们提个建议，李曼秋是李潇最在乎的人，是他最大的软肋，所以李曼秋是最佳的钓饵，抓住他就不抽李潇不上钩。不能这么干。首先
在李潇另一个重大阴谋里还有许多关节点我们没有澄清。另外，李曼秋我们目前并没有掌握他现行犯罪的证据。更重要的是，我们处理案子有原则，你认为可以执行的办法对我们来说是禁用的，所以在对付李潇的问题上你比我们更熟悉更了解的。我希望我们双方能够从民族大义出发，精诚合作。只要能做到，我一定会尽力配合你们。可是我真的已经老了，到了我这个岁数应该安享晚年了，可是我还在这瞎折腾。朱先生，既然事情已经明了，你的手下又都年富力强，所以李潇的事情我也不想再插手了。对，朱局长，你一定代表我向那几位年轻人表示感谢，要是没有他们，我这把老骨头怕真的粉身碎骨了。如果有可能，我想向他们当面致谢。好的，你的致谢我一定带到。那么这阶段你打算干些什么呢？要不要找个人陪你到处走走？不用了，我也是生于斯长于斯的，五十多年来北京一直在我心里，我想一个人在街上走走看看。当然如果有用得上我的地方，我是义不容辞的。但愿如此。翱翔天空，留下矫健的身影，巡视大地，背负点点点点。背负点点点点点发